打不了，发小球。哎，给球，发小球，他一推别的下了。哎，别使劲，别使劲。都打不了这个，连个这个年纪都连来学。不要使劲，发球不要使劲，给点传教打球。传教球，你这没有你都在玩呢。你这打的。你哪里有意思了呢？调整，调整，调整。我这个你会调整出，反手给他挂起来就行啊。就他这小子还不给放下小球。哎，这也行。哎，就在这儿。这也行，这也行，扒下来怎么弄的？先切一半，先切一半。好球，就在这儿挂起来打。中央只挂，挂高一点没关系啊。不要不要，这死这么第一盘死这么大的力。好球！赵运杰，赵运杰，刘兆堂，刘兆堂，请到吧台。赵运杰，好球！赵运杰到了吗？这发的不算球，你跟着那下下球绝对是。赵运杰到了吗？没劲儿，哎，好球，哎，这打得多好，你给你发那么下去。男子五十岁组的魏昌峰、魏小农，听到广播后请到十三台。魏昌峰、魏小农，好球。别让接很厉害，关键说了跟你不一样，你接到你打了，他在屋里他是不会发力，看到没有？知道吧？你他手上人有一套，你一整套，他要跟你的长焦一样，你接不上力，再骂你不那谁？不是两码下去，两码是啥？一人一套战，基本原理他违反不了，基本原理。我要发家球，你也可以下，不见着长焦你就不吃我下人头。知道吧？他的手感不一样，你说他的这个长焦打我自己的，你得看他是怎么打的。你现在就发不转，他能切上，他不用加力，自己可以加力。他你看他自己会加力，知道吧？对。好球，就这点，这挂起来打。我跟你说，他要不牵在给我脸上，就等于他这手就打我打的。现在原来他给你当球，现在你也给他当球了。是，他现在对，就是关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这长焦确实厉害，跟你这种上旋击球，他就是急下侧旋球。好球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对，好。